DJI 在2年半前推出了 Osmo Action， 一推出时大家都非常喜欢它，因为它可以说是运动相机拥有双萤幕的始祖，使用起来相当的方便，当年的销售神机也是相当的好。可是在随后2年半的时间， Osmo Action 就像是完全隐退般，无声无息，销声匿迹，纵使对手一年就出一台新机， DJI 始终没有推出任何新作来迎战。所以这段时间，不论是同事们、朋友圈还是客户群，大家都在互相揣测，幻想着未来的新作会不会有更大的感光元件，或者是翻转萤幕之类的期望。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大家对它的期待值是相当高的。而它就是2年后的新形态。咱们第一眼看到这台 Action 2的时候，完全被这个模组化的磁吸结构给惊讶到，怎么会有二代机种跳通那么大，整个跳脱框架，扭转了我对运动相机的既有形态。一个不到4公分的正方外形，厚度仅2公分，它可以发挥多少能耐，可别小看它。这位 Action 2的主机本体设计的相当有质感，采用的是铁灰色铝合金材质，而且它非常的小巧，重量只有56公克，可以看到在组装工艺上，大疆已经逐渐的跟上高端手机的做工品质咯。再来咱们聊聊这一块全新的磁吸结构设计，这真的是太棒，太疗愈了。刚拿到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想要一直玩它。虽然磁吸的功能我在 Insta GoTo 上面就有体验过，但是大疆却是将磁吸的功能发挥到近乎完美。它除了可以让你在拆换上省了不少时间外，而且还替各位想到安全性上面的问题哦。如果单单使用磁吸的方式固定，可能会因为震动、碰撞或者是不可抗拒的外力因素来导致掉落，所以大疆巧妙地做了第二道防护，就是这个。只要将你的主机和模块进行吸附，侧边的爪钩就会自动爪合。你看它不管怎么晃，甚至可以去碰撞它，都不动如山，相当牢固，是不是很厉害？这个设计的发想真的是颠覆传统的创新，本人我给予极高的赞赏。这次 Action 2总共有出两个套装，一个是双萤幕套装，另外一个是续航套装。它们两个的差异在附加的模块上。双萤幕套装里面除了主机本体和配件外，还有附上一个自带萤幕的模块套件。那另外一个续航套装呢，则是除了主机配件外，另外再附上一个蓄电池的模块组合。咱们现在说说它的主机，裸机防水10米、150度的超广角镜头，再搭配 1.7 英寸的感光元件，为求简化。主机只有一颗按钮，而这颗按钮则是可以控制开关机、快门以及功能切换。提示灯号在镜头的左上方，位于镜头下方有一个收音孔位，但主机本体是没有扬声器的哦。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回放画面，则一定要结合你的模块，才能在回放时听到声音。那因为这一次呢 ，Action 2的扬声器是坐在模块上面，在主机上面只能看到回放的画面，却听不到声音。那是正常的哦。另外一个就是主机本体它是内建电池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提升电量的话，就必须要加装萤幕模块或者是续航模块才行哦。那这颗自带萤幕的模块上，除了可以让你方便自拍构图外，它还可以触控去调整所有功能哦。侧边的按键与主机上方的按键功能是相同的，方便依照你的惯用手势来进行操作。模块上的三个收音孔位与主机结合时，可以将声音收录成立体声。各位，我现在目前人在户外，那我们正好来测试一下 Action 2的收音效果品质。因为我最近呢都是使用 GoPro Hero 10，而且 GoPro Hero 10的收音品质让我个人还蛮满意的。因为 GoPro 以前呢，它会将人声跟环境声两个就是傻傻分不清楚的那种感觉，有点闷闷的不真实的感觉。那这次 DJI Action 2在将这两个模块结合之后，前后都有收音孔位，而且还可以收录立体声。所以现在目前各位你所听到这个声音有没有符合你各位的期待，或者是你喜不喜欢这样子的声音呢？下方还多了扩充记忆卡插槽，最大可支援到 256G。 但问题来了，我在使用的时候发现到其中一些矛盾的点，例如我常会忘记我的档案到底是存在我的主机里还是在我的扩充记忆卡里，再来是把主机里的档案要抓进去扩充记忆卡内，那个档案一多，等待的时间真的是有够难熬，超久。而且你还要担心你的主机和模块有没有足够的电可以维持到档案储存完成，否则
很有可能你刚等的时间都是白等的。还有一些储存上说不完的突发状况，咱们等验证排除后，再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拍一支影片来帮各位解答。提醒一下，由于记忆卡槽及充电孔位为开放式，因此模块本身它是不防水的哦。另外，大疆为了让 Action 2达到更完善的应用，这回还随之附上了四样应用配件，一个是磁吸挂绳，可以将 Action 2吸附在胸前，收入第一人称的视野画面；另外一个呢是运动相机转接头，一样是使用磁力吸附，将它锁在指定的配件上，就可以方便的拆装移动你的 Action 2咯。再来是四分之一球形转接头，它呢与上一个运动相机转接头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是运用在四分之一的螺牙配件上，只不过上面的球头它可以自由的转动，可以依照你想要的角度去做调整。最后就是奈米贴胶，只要在任何的光滑平面上都可以轻易的贴附上去，而且奈米贴胶它是可以重复水洗使用的哦。但使用重复性贴胶配件，建议还是要评估当下的环境再做使用，不然如果你的贴胶没有洗干净，或者是没有正确的按压下，它是会有可能掉落的哦。另外，主机底部为强磁设计，所以你也可以拿着主机在具有磁力的地方实现各种创意视角，从基本的旅游生活记录到极限运动的拍摄，都可以完全满足你。比较让我意外的是 ，Action 2竟然没有跟进 5K 的市场，它的影像设定最高为 4K120 帧，而240帧的8倍慢动作则是只有 1080p 的选项。但感光元件提升至 1.7 分之1英寸，在暗部细节上，它的表现确实提升不少。那么 Rocksteady 防抖稳定在这一回 Action 2上提升至 2.0， 让快速移动时影像也能保持稳定状态。类似 GoPro 的 Have Smooth 以及 Insta360 的 Flow State， 现在各家厂商自命名的防抖稳定技术几乎不相上下。水平线增强功能类似全景相机的概念，你的相机不管怎么翻转，画面始终会保持在原本的地平线，但此功能最高仅支援 2.7K60 帧。 Action 2在广角方面已经达到155度的视野，比第一代 Action 145度及 GoPro 10的132度还要来得广，且变形校正可以让影像看起来不会那么圆滚滚，但我觉得它在某些角度拍摄下还是会有那么一点被拉伸的感觉。看完以上的大略，你的感觉怎么样？这个 Action 2你满意吗？你的心中是否有了定见？那我先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感觉。在这个体积的运动相机之下， Action 2的设计确实是突破许多思维，崭新的磁吸结构，模组化的组合应用，主机相当的小巧，可以记录 4K120 帧，甚至可以拍地漏，这些参数真的很不错，相信对一般用户来说绝对够用。但你说它完美吗？这一点我并不那么认为，总是有一个但是。我使用了它接近两个礼拜的时间，它确实是有一些地方需要习惯和改善的。比如说我前几天跟咱们小雨在一个溪流边，想要拍一些低角度的遇水画面，当下我很习惯性的就直接将自拍杆贴近水面拍摄，但我却忘记我的自拍杆上头还装着萤幕模块，好险小雨及时阻止，否则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要跟萤幕模块诀别了。所以模组化这回事相对的也是在考验你的习惯哦，千万要记得只有主机防水，模组记得要拆掉哈。另外一个就是发热的问题，对，相当烫手，不夸张，咱们已经算是习惯片段拍摄的人了，因为咱们知道长时间录制主机会容易导热，所以一进长热状态咱们则是能免则免，但使用高规格影像设定录制约莫5分钟就发烫，这似乎有点不太合理。我能理解金属机身的原因导致烫手，但也希望未来大疆能够透过固件来更新修正这个问题。最后不得不再说到令我最头疼的记忆卡存取问题。由于 Action 2有两个记忆点，一个在内建主机本体，另外一个在萤幕模块上的记忆卡插槽内，所以每一次在回放档案之前，我都必须先在脑海里先倒带，咦，我刚刚是存在内存还是在外部？但这真的还好，相信我。最讨厌的真的是将内部档案转到外接记忆卡的这个步骤，
我的老天爷啊，只要你录制的是高规格影像，那个转档的时间真的是有够久。大疆为什么不把扩充记忆卡插槽设计在主机呢？我想多个舱门，消费者应该是不会介意防水少个三米之类的吧。我不否定大疆的积极创新与设计上的巧思，挂了模组确实可以延长时间没错，但要以妥协的方式来使用配挂模组，这就有点背道而驰了。这次无论是在画质表现上，或者是新颖性及质感， Action 2已经达到相当不错的水准。如果你只是想要拍拍短片，生活上的记录，你要买鱼还是要买螃蟹，或者是你想要创造一些不一样的画面， Action 2会是一台不错的伙伴。但是如果你自认为你还没有厘清模组化的运用，那我会建议你花一点时间去实体门市体验看看，看它到底适不适合你。也欢迎你来 WR Go 玩玩看再决定。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你，咱们下次见啦。